美国俄亥俄州的慈济德顿联络点职工，第十年受邀到基督教女青年会为遭到家暴的妇女和孩童举办岁末祝福，而职工今年准备毛帽、围巾，也鼓励孩子向母亲表达感恩。Mom, I love you very much. 鼓励孩子表达孝心，慈济职工打铁趁热。Everybody want to see that, right? Okay, go.Come on, come on. Yeah. Great job. 慈济德顿联络点的职工们第十年来到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岁末感恩祝福活动，以诚以情温暖了妇女和孩童每一颗遭逢苦难的心。毛帽、围巾，礼轻情意重，无以回报，只能学好这句中文。为了表达内心的澎湃，一句我爱你说出口不肯停。我爱你